谁残血啊？哎、欸，这书可以死，随便哇，全死。人二再大二，哎呀，后面都死，后面都死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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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God damn. 好的，首先第一位枪够快，来让我坐牢就别。我靠，哎、欸，确实是，哦呦，嗯哼，我们先可以走位、欸，这个是打野，普攻普攻，一直用普攻，你竟然都出这个，对对对，嗯哼，哦，打后期的技，那个你要射，你要射到后排啊。射得到吗？哇、哦，这个给人家漂亮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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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伤害也太恶了，慢慢处理。他会蹲你，他会蹲你。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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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那个貂蝉要二大哎、欸。OK， 有机会进吗？哇，好痛！谁残血啊？哎、欸，这书可以死，随便。全死！颈超痛，哇，超痛，超痛，真的超痛。后期的颈真的是超痛，一枪一个。但是问题就是你要让他飞到后期，对，你队友要让你飞到后期啊，这一枪应该就倒了。OK， 慢慢杀，慢慢处理，慢慢处理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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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徐啊，这追不到，这追得到我跟你信，好不好？完蛋。十，嗯哼，换符换死连，走里面，哇 ，OK， 不错哎，主要是他这一段，我觉得这一段就是他知道说，哦，我这时候在处理高地的时候，敌方高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，他头上还有一只啊。虽然不管那一只野鸭太多事情，但是他就直接打到敌方后排了。他已经知道对方这里这个时候攻势是要往下压的，然后可是问题就是呢，这里莉莉安处理，他就直接他看了一下有没有，他拉镜头拉了一下，直接上来砰砰带走，然后往后拉被跳到，好，野鸭帮他开个落花好了，还是有关野鸭的事情，然后后面就是哎、欸、砰砰带走。然后只是呢，哦，这里他已经没二技了啊，叔叔刚刚没看到 ，OK， 他没二技了，那你这里直接进攻是确实非常合理，直接一技能，然后大绝带走，可以，嗯，不错，叔叔给你，对，三个灯，加半颗，好，3.5颗，好，继续来看下面一位，又是你，笑看红叶转。再来一次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再打错了。那个工作人员，那国文重读，谢谢。好，来龙抬头，在你，他是我做过这个龙抬头真的是用的最顺的人，他真的用的超顺的。我来欣赏一下你的操作了。嗯哼，敢玩龙兽龙抬头玩的那么好的，真的是偏少了。哎呦，你一开始就用龙抬头，你好色。哎、欸、呦，得的好，哎、欸，漂亮，这走位、欸、可以。OK， 龙抬头在右边啊！哈哈哈，哎，我发现你会用身体去逼对方位置，哎，他会用身体来去逼对方位置，让对方骗被啊，不是让对方被骗。OK， 一定又是色色啊！对，龙抬头，嗯，你这龙抬头真的用得好好，我真的必须说，真的用得太好。前二再大二，哎呀！后面都死，后面都死，会转弯啊，各位，没有注意到啊，会转弯啊，各位，啊，这个也被骗了，这个也被骗，哎，你很聪明的，你用身体去逼他的位置，你好聪明哦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个还有细节，你去用身体去逼他位啊，你要喂。做得好
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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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轮胎头好强哦 ！Oh my god， 这是呢？哎哎，他是，哎，你要身体去逼人家位置，好酷哦！哎，这玩的真的，我先给你，不用多说了，满分，这龙兽不用多说，玩的真的是超好。哦，我真的超喜欢你玩龙兽，你玩龙兽真的玩得好好、哦。哇，是的，有没有发现啊？那大绝龙抬头哦，恶心。如果各位不知道龙抬头是什么的话呢，请各位这个，你真的不知道的话，你再来问我好不好？真的不知道的话，然后如果有不知道的，因为我们频道解释过很多次，欢迎你在下方留言。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然后我们观众因为有看过两次了，叔叔之前有做过教学，没看到 bug。有 bug 啊，这个是龙兽的一技能 bug， 会两次一技能。上次我说的 bug 就是这个东西，两次一技能的这个 bug， 有没有发现？丢普通模式的时候会这样子，普通模式丢就是没有开大绝的情况下，这个龙兽的一技能会有这个 bug 的问题。对，确实这个 bug 也不是他自愿的啦，就是他就是自己会出现。就希望官方可以赶快改掉了哦。龙抬头啊，不，龙兽在普通模式下呢，它的一技能确实会有造成两次伤害的，会发射两段。然后反正呢，它的龙抬头不用多说，这个笑看红叶转。然后我发现你投稿的时候不用那么客气好不好？哎、欸、呀，超客气的，还在那边说什么叔叔，我那个龙抬头是看你之前那个影片学的，不用那么客气啦。学不学得起来还不一定嘞、欸。讲真的，玩龙兽可以玩这样子的，真的没几个人。我目前三个人，目前我遇过，一直从我玩游戏龙兽出来之后，然后看到现在，我只遇过三个人可以玩成这样子。好，满分。下面一位，巅峰第一。哎呦，来吧。哎、欸，摇摇啊，怎么开小号？坏坏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本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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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八分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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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那个刷，你刷那一个被动的时候好顺哦，漂亮。确定，这是小号 ，OK， 被动，两层，一层，四层，带走，棒，继续，二技能，杀盾，漂亮，呼呼 ，S I 哦。哇，这个急被动太快了吧！你这急被动超快，卡在人正正中间，然后瞬间急被动，你也太痛了。哎、欸，骗得好，走位漂亮。这雾气不用多说吧，玩的超好啊。反正呢，玩雾气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它的解封，然后它解封呢有一个，你注意看，比如说这里好了，啊，比如说这里，或者这里。就是这里，它这里已经沉到一层了嘛，这一边，然后跟这一边，然后用一技能打出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你注意看哦，它物体只要人，比如说今天这个麦克风，我人这样子穿过去正中间，二技能穿过去正中间，注意看下一个，它就会瞬间集结。那它这里呢做的是什么？他利用他的普攻加上他的位移，敌方过来的这个位移，然后敌方过来，然后他就直接瞧位置，有没有？然后先普一下这个章鱼四层，然后二技能过来，直接穿越他下面这一层也有了，然后就会拥有什么强化一技能？哎、欸，这一技能哟，酷起来，再一个大绝哇，要学贵。然后这里就是已经先进入被动了，然后就直接砍。反正你这个时候进入被动之后，你可以多砍几刀了。反正你的那个什么，你的二技能就会不停的哎减少冷却，减少冷却，减少冷却，减少冷却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减少冷却，减少冷却，减少冷却，而且还会给你多人哦，好爽！瞬间级被动，你注意看这里，超快，这里级被动超快哦。二技能，敌方在这个什么？边边，所以我二技能这样子过来，一次挥两层穿透过去了，两层下面这两个一
二，它只剩上面这两个，对不对？上面左边跟右边，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里战士一刀，战士挥下去的时候，蒲公英直接，他是那种什么挥向这旁边的这所有人，所以因为你们离太近，敌方离太近了，一瞬间就挤满，啊，就开始打你咯，我来打你咯，这是你哦，这样子就一样，然后这里就是一样，每一集就直接开大，然后这里就是纯粹他的走位很好，扭一下有没有？然后再反向开大，然后就直接开个魔眼留人继续，然后一星人再走，嘣，玩得非常好啊！你怎么是全服最强莉莉安？结果你玩一只雾鸡，全服最强莉莉安，全服最强令月，全服你玩法师的吧？两万场81.2%胜率，那么凶悍吗？不用多说，你的雾鸡玩得非常好。OK， 下面一位 ，Bonus。Oh my god，Bonus。我靠，漂亮。啊，哎呦，撞到！啊，大绝地！哎呦，换装！阿雷！啊！大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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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绝！哦，你还硬砍哦！哇靠！拦截！他拦截了潘英的大绝。What the hell？ 长龙王谁能比他们强？欢迎各位来报名，我们下期见。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少高端玩家，好不好？拜。